中国的民族舞蹈艺术啊，就是这样的豪放，又是这样的充满魅力。是怎么样？我们的贵州的舞蹈充满了我们的热情。好，我们先不要感慨，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颁奖程序了。不过在此之前呢，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大赛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奖项。好的，我们这次大赛呢，一共有七场半决赛，两场决赛，要评出作品、编导和表演的金银铜奖。好，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第一次的颁奖程序。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本次比赛的铜奖，那获奖的哪些作品、哪些编导和哪些演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获得第六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作品铜奖的是少女沙乌尔登。心跳火把节。一。山那边。获得编导铜奖的是灵树巴沙。心碰心，脸碰脸。萨郎少女获得表演铜奖的是小保姆楠楠。幸福像花儿一样。天鹅。好的，观众朋友们，下面我们就首先颁发第六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赛的铜奖。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有请。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